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因为这边算热汤，我怕烫伤学生，烫伤老师烫死就算了。当兵一样哈，当兵的话，阿兵哥死了会有问题啊，但是班长或排长死了没关系啊。好来，那我这边就开始来做。来，院长大帮我过滤完。好，我们要先确认那个是关的。关的。对，因为很多人被那个烫着。好 ，OK。那因为那个。哇，你看这个渣渣这么多，丢进来，我再等一下再请大家洗掉。好 ，OK， 好，搞定，好，停止录音。